我要时时刻刻也好，不论伊个即常常伫我身边，我是是要因为啊，我会外口谦卑的人听见，也要欢喜。恁甲我着无落也好，最好三甲尊伊个名最贵。即时你听咱做伙来用圣诗去无落上帝，圣诗第十圣，圣诗第十圣，古圣诗到十四首。普天同庆，四邻世界，全地名子群龙，大家无主离凡所在，宇宙万物尊重，宇宙万物尊重，宇宙宇宙万物尊重。请咱去来欣赏。
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。
性情感动，就入了殿，拄啊拄着，拄啊耶稣的父母和婴仔之伴，把世界照发天地来行，彼时西面用手接婴仔，好了上帝讲，主啊，他教育的话，超凡你的五谷安然过世，因为我的目睭已经看见你的拯救，就是你所预办的是万百姓的面前的，做阮来救我吧，搁做你以色列百姓的英雄，伊的爸甲伊的。父的奇怪所顺的听的话，这个给恁祝福。这对伊的老母玛利亚讲，这个影爱设立要予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中济济人跋倒，济济人起来，也要受建国的记号。搁做搁令家己的心也要有点插头过，予济济人的心内念头会露出，搁有阿合阿色的姿态，范地列的查某囝阿那，伊是最先知，年岁已经老，对。在这个月时，继续予丈夫七年久，上少花八十四年，拢无伫归田，尽责祈祷，努力服侍。拄拄彼时，伊进前称谢上帝，对是讲对因见啊，真多耶路撒冷。对社会的人讲起，这个婴仔的事，以上关上到上帝祝福伊的话。那这时，咱要请咱的牧师来讲到，伊今早起讲到是讲现场的迄个。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，平安。真歹势，因为周回所问吼，家己拍算是二十二周，啊，所以前段即阵伫值班的时阵，伫即两天值班所会较累的一撮，真歹势。咱今日来做来分享伫信心的建立，啊，咱先请甲咱隔壁人甲伊请安，讲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。来分享
来先来看这边吼，咱头前遮个要来看一下吼。伫这个所在，咱看见着就是咱顶礼拜圣诞主日中间，咱的台湾班李潘老师吼来给咱记得中间咱做伙来分享着。然后这是儿童的，儿童的小朋友伊所表演的，啊，这也是哺乳团体吼，咱为咱设计的节目。然后咱伫这个中间，咱看见着这是台湾班的兄弟姊妹伫这个中间所。哦，因真用心来展现出艺术帖，就是礼拜日的时阵，21号，咱开始对社区来报答因，这是在准备吼，即个糖啊，咱今年用非常多的糖啊，啊，甲咱的兄弟姊妹来分享着耶稣感谢的喜乐。啊，这是咱的种子侍奉团，去到伫民和国中也是欢乐迄个所在来关心着一寡。啊、哦，特别诶，青少年吼，伫即个中间，22号，也就是礼拜三诶时阵，咱看见着咱新人中咱诶关怀诶同工，去甲伫养护中心，这是甲伫咱诶兄弟角色诶新人养护中心，即张是甲伫新兴病院，去甲伫遐做甲伊，然后咱也有看见咱诶兄弟，吼、哦，咱诶陈建章技师。伊个诊所来报甲因，啊，这是咱个老技师刘维富医师伊个诊所，伫即个所在来报甲因。甲伫23号是礼拜四个暗时，是咱个玉树庵团体已经结合伫咱南区吼两间主要教会，包括新兴教会，包括新港大陆教会，咱一个甲伫基理病院来报甲因，甲病院内底医生团体。伫这个中间，真感谢上帝，今年除了检查科的病房，甲加护病房，啊，其实加护病房无输也是会有问题吼。除了检查科病房咱无问题以外，规个基理病院咱拢有行透透吼。伫这个中间，只是咱要出发前，伫迄个所在其他的会议室遐来做一个合照。然后，你发现暗时。咱甲咱个新安地区五经教会来做为着咱个新安市来祝福，来分享着上帝欢喜个好消息。啊，这是咱个集合之前伫教会个停车场所去个，然后这是甲伫咱个民权路交通台迄个所在，吼，伫即个所在来去。然后这是倒位，这是伫咱个新安车头。感谢主，咱有真侪同工。